四月一号从6点开始一下到晚上8点钟，都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其他时间我们单位负责给我们安排的有宿舍在楼上，所以咱们这儿楼上的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求这个骑手或者如厕人员必须扫码，扫场所码，看那个行程码，测量体温。完了以后在如厕过程中必须全程戴口罩。完了我们消杀完了，打扫完了就，每天都是重复这样的工作。早上的话，一般正常的话，一般都是半个小时40分钟，我们就消杀一次，多频率的，不论有人没人，都是全部都消杀的，包括吨位都是一人一打扫，打扫完了以后直接消毒了。上工作一般都是咱们志愿者，还有那个小区的保安，还有一大部分都是咱们的快递小哥，每天都排队，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在排队。反正是我们是努力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虽然说外面风控这么严，但是从我们职工来说，反正是对这个工作认真地做下去。